I'm 一吨吨。啊，我找到一吨吨了。嗨。大家好，我是中新社记者刘轩婷。最近有一个报道冬奥的日本记者，名叫石冈一堂，他收集了非常多冰墩墩周边，自称一墩墩，在社交网络上人气颇高。那么目前他都收集了多少个冰墩墩？成为网红记者又是什么体验呢？跟我一起去寻找他吧。 Ready go。我在主媒体中心发现了谁？那我们的一墩墩找到他了。Nice。一墩墩。Yeah. Okay. This beam, okay? Okay. What's your name? I'm 一墩墩。Hi. Thank you. Over 100.ただ100人を超えてくると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ってきますよね。今年今多分おそらく100人ぐらい写真撮ってますよね。100ビンドゥンドゥン、筆箱、ペンシルケース、はい、筆箱でしたり、はい、バッグでしたり、はい、T シャツでしたり、はい、あとジグソーパズル、はい、パズルなどももう、はい、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喜欢冰墩墩的这个形象，我觉得他也非常具有表现力，包括大家与他合照，他非常热情地展示出自己冰墩墩的藏品。我觉得中国在这样一场国际性的赛事，也就是冬季奥运会上推出的这样一款吉祥物能够被国际友人所知道，被大家所喜爱，实际上一方面也表示着中国的文化也进一步被大家所认可，也表示呢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，大家更愿意以一种更加流行、更加时尚的方式来接受这一形象。